塞，得住两中当啊，当没塞，我胜，是平，快快点，快快胜，是平生。Let me think think， 可以是可以，只不过绝对不能靠近指南路二段64号。指南路64号，哎，刚刚不是画的。这故事说来，藏藏人与花道人的世仇渊源，要从40多年前开始说起。那时两人年方28，正青春，在澡堂洗去了头发。原本是闺蜜的两人，本来就不是仇人冤家。
Oh my god！ 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娇姐。好爱啊！海内外2300万华人同胞啊！这太美了！从来没有人如此称赞过我的脚趾。等一下，这么大人每次见到我，却要羞辱我这丑陋的脚趾。只有公子你愿意包容我、珍惜我，我只有公子你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哦，啊！是两人慢慢牵手，直到对头，他我全部都快乐。1、2、3，我们是七小。